张总，小李啊，进来。有事啊？这是什么呀？看看就知道了。普希金。刚才我突然想起普希金的这首诗，觉得写得很好，就把它抄下来了，送给你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忧伤，不要哭泣。为什么要把这首诗送给我呀？有谁欺骗我了？欺骗并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被蒙在鼓里。小李，你要想跟我讨论这首诗，最好下班之后，咱们用业余时间。现在不就是下班时间吗？可是你抄这首诗的时候呢？大家都在忙，你这样做是违反车间纪律的。是，我接受您的批评，我保证今后绝不再犯了。也没那么严重，下班了，可以回家了。我想跟您谈谈。你看我在忙着吗？好吧，你想说什么？坐。说呀，张总，我知道您一直想要个孩子，对吗？对啊，这是我的一个大愿望。我想说，我知道您一直特别希望有个孩子，可是如果您不能有孩子，那对您来说一定是个特别大的打击，但是万一真的不能有孩子的话，你千万不要着急，也千万不要失望。普希金说过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忧伤，不要哭泣，阴郁的日子需要镇定。张总，我知道你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，所以您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您都千万不要着急，你得有个心理准备，不能抱有太大的希望，您知道吗？因为希望越大，失望就会越大。你要想表达一个事情的时候，自己先不要着急，不要这么激动，否则我听不明白。哎，我怎么跟你说呀？张总。秀丽姐去医院检查过身体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医生说她这次并没有怀上。那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秀丽姐她原来她做过。哎呀，我这话我怎么说呀？我真的没法说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清楚。你这样吧，你去问苏医生。苏医生。千万别跟苏医生说是我告诉你的，他不让我跟你说，反正我就想告诉你，你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着急。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没有了，郑总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苏医生，苏医生，哎，张总，有事儿？你先去。怎么了？
所以说，关于秀丽身体方面的情况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？没有啊。不对，我听说秀丽的身体好像出了什么问题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所以说，你用不着有什么顾虑。我告诉你，我宁可不要孩子，我也不能没有秀丽。如果秀丽的身体会因为生孩子有什么危险，张总，你想哪儿去了？秀丽姐身体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就个人体质而言，她不太容易怀上。不容易怀上？什么意思？你们当初要是不想要孩子的话，其实有很多方法都可以避孕。那种手术做多了，对女人的身体是有害的。什么手术啊？我怎么不明白？你们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秀丽姐一旦是怀上了，赶快进行保胎措施。你是说，秀丽以前做过人工流产手术？这不是我说的，是人民医院给秀丽姐做出的检查结果，你不知道吗？也许我们俩两地分居，我对他关心太少。在我心里，张平良是个好人，这样的人不应该没有自己的孩子。耿秀丽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，当初在小诊所她还帮助过我，可是现在我却这样害怕她，提防她。不过她做手术为什么要瞒着自己的丈夫呢？难道真像李维生说的那样，她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你们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，秀丽姐一旦是怀上了，赶快进行保胎措施。你回家怎么不出声啊？这屋里什么味儿啊？我煮的中药。我当然知道是中药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调养身体的。你身体怎么了？我身体，你到医院去检查，医生怎么说？我没怀孕。对不起啊，平良。这个结果我已经知道了，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怀孕，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你都怀不上孩子，为什么？我把病历给我，病历给我看。你看病历干什么？你又看不懂。你做过人工流产是吗？还不止一次。什么意思啊？看来是真的。病历，给我病历。病历在哪儿？平良，你带什么呀？平良，你拿我包干什么呀？给我！哎呀，撒手！你拿我包干什么？撒手！你的病历为什么不敢给我看？我为什么要给你看、啊？如果光明正大的事情，为什么不敢告诉我？
我的事儿不用你管，给我。你的事儿，我是你丈夫，你把我当成什么？你是我丈夫，你不能什么事儿都看，你还给我。去雷州半岛演出，你去看我。第二次。你出国实习之前，我去看你。那个孩子是我的。张平良。你想什么呢？孩子当然是你的了！你在说什么？你在侮辱我！那孩子既然是我的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啊，孩子是咱们两个人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权利一个人做这么大的决定吗？你有权利吗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好吗？我听你解释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，好吗？告诉我为什么？我今天要听你解释清楚。你要杀了我吗？平良，哎，不是说好让你回去休息的吗？你又回来了，啊？张平良同志，张平良同志，生产任务固然重要，但是让你回去休息也是同样的重要，也是同样的重要啊！我们谁都不知道对方怎么想。玲玲，我大喇叭喊你，你都不带理我的啊！我这让你回去，也是为了完成咱们造小人计划。小人啊，我早就造了。这都几点了，赶紧说，说完回家。先把门关上。嗯，这是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我曾经有过两个孩子。有过两个孩子，在哪儿呢？曾经。那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全让这个耿经理，他偷偷的给我做掉了。那他为什么要做掉呢？不知道。他反正一大堆理由在那等着我。哎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大哥，他不跟我商量，他一个人做主就做了。这耿秋丽真是的，这么大的事儿居然不跟你商量啊！嗨，要说现在的女人呐，是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。是，现在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了，可真就什么事，她真就敢做主。要我说，罚她两天禁闭，再让她媳妇检讨。啊，哎，就算了。平良，这个事儿既然过去了，你呢也别着急，别上火。要我说，你们两个从头再来。再加把劲儿，这不怀则已，一怀啊就怀那个龙凤双胎，好不好？啊，没那么简单。医生说了，他可能已经做下病了。
想再怀难。医生，秀丽姐，找我吗？嗯，你怎么了？屋里说。哦，不了，医院找你的人多，我们去那边说说话吧，好吗？好啊，走。干我们这行的。就是吃青春饭的，可是青春能有几年啊？那次会议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。领导跟我说 ，A 角病了，让我这个 B 角顶上去，这机会实在太难得了。你说我怎么能跟领导说，是我怀孕了呢？如果错过这一次。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这样的机会。后来我得了一等奖，如果不是因为那次的成功，我想我这辈子都不能成为团里的台柱子。那你第二次做流产是因为跳姨妈送礼那个红枣吧？那个时候我做梦都想跳这个角色，当时我就想，孩子嘛，以后可以再要，可是对于一个舞蹈演员来说，这样的机会这一生可能就只有这一次了。秀丽姐，我特别理解你，真的。我也知道我做的可能有一点过分，可是你真没看到，你没看到昨天他那副样子，就像要把我吃了似的。做女人多难啊！我那次怀孕，她不在我身边，我的反应特别大，我什么都吃不下，我就是闻着邻居做饭，我都得躲得远远的。苏医生，你说哪个女人不想做妈妈？谁愿意把自己的亲骨肉拿掉啊？我做一次流产比生一次孩子还要痛苦，我愿意忍受这种痛苦吗？他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，理解理解我呢？昨天他就那么走了？男人嘛，自尊心强，时间长了会好的。再说这段时间厂里不是生产任务紧吗？这样等他回来以后，我替你跟他解释，行吗？苏医生，那谢谢你了。啊，你也别谢我，张总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他会明白的。其实我们做女人的挺不容易的。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，你去忙吧。哎，那我走了。耿秀丽跟我提到当初流产的事情，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儿。我怕他再往下说，就说到了那个小诊所，然后他一定就会认出我了。真悬啊！今天算是躲过去了，但是明天呢？后天呢？喂，苏菲，我啊，崔处长。哎，明天是星期六，正好赶上方副过生日，你晚上过来吃饭啊。我跟你说，领导干部发的待遇
快坐，说定了啊。方子生日啊，那我一定去。哎，几个人吃啊？还能有谁呀、啊？你、我、芳芳。女儿过生日不叫王厂长啊？哦，他呀，嗯，算了吧。他这个当爸的从来不记女儿生日。那才应该经常提醒，让他知道怎么做一个好爸爸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想不想他来吧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怎么说。嗯，行，那我等你啊。嗯，崔玉凤对于我这个老同学老同乡丝毫没有防范，很快就把我当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他万万不会想到，我接近他和王凯还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平凉啊，帮我这个包点蒜，摘点辣椒。哎，你不是说找我有重要的事商量？是啊，我这重要的事儿就是要给你补充补充营养。营养你自己补充吧，我还是回去。不行，妈呀，我快，我现在没心思吃。是。哎，这谁来的这么快说，要分咱的带鱼吃？王厂长，张总，哎，苏医生是找我还是找他？找他。我能都找吗？啊，可以，来，那您请进来，请进，来，苏医生坐啊。我就不坐了吧。那先跟谁说？我还是？王厂长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今天什么日子？哎，平凉，今天什么日子？今天什么日子也不是啊，他就是什么也不是。今天是方子14岁生日。哎呀，你看我这脑子，前两天他要说着跟我要礼物呢，这两天我就愣给忘得光光了。你看这个事儿，你爹怎么当的嘛？那他人呢？啊，他让我过来请你过去，他想跟爸爸妈妈一起吃一顿饭。啊，那这好办，这个我就不过去了，就让他来呢，正好我这还有两条带鱼。是吧？方子是过来了，那玉凤姐怎么办呢？那她，我这谁知道怎么办呢？你要溜啊？我做饭去。你这时候做什么饭吗？我现在过去把他们娘俩给请过来。平凉，不，今天就咱们几个。哎呀，张总，我还有话想跟您说呢。跟我还有话呀？嗯。你说。今天见到秀丽姐，我看她挺难过。挺内疚的。哎，所以说，我不想谈这件事，谢谢你啊，厂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不行，不能走。怎么？坐下。哎呀，我先坐下。回去不行吗？不行，哎，坐下。干什么呀？我回去还有事儿。所以说你也坐。哎，谢谢。这个事儿必须得跟他说啊。我这不是有点像受审问呢？就得审你。张总，秀丽从7岁就开始跳舞，多不容易啊。是7岁开始练的，啊，容易吗？当了那么多年的群舞演员，苦巴巴的，终于熬成独舞演员了。突然有那么好一个机会来了，你说他舍得放弃吗？您站在他的角度想一想，就不会那么过分的责怪他了。我还是回去了。不是，你怎么了？你听我说，张平凉同志，这个一夜夫妻百日恩。您是男人，男人就应该有胸怀。如果一生气就不回家，那能解决问题吗？走，去，行了，回去，走。哎，我刚才想走，你不让我走，我现在不让。那你走。王厂长，哎，你说起秀丽跟张总，你特明白，但你自己这儿你就糊涂了。不，我怎么了？刚才你那句话说的特别好，一夜夫妻百日恩，那您跟玉凤姐
都20多年夫妻了呢。我们俩跟他们不一样。喂喂，哎，我觉得咱们没有什么不一样的。那肯定是不一样嘛。哎，你这样，我坐这啊，怎么你坐这，你听苏玉珍给你好好分析分析。好好，行行。玉凤姐，到现在还天天念叨您呢，您就不能再好好考虑考虑吗？苏医生，你看，你一进门就批评我们，我们两个说什么了？我们什么都没说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些家务事儿，不管谁来了，都不一定能说清楚。哎，所以苏医生说的，苏医生多大了？啊？还是单身吧？嘿嘿，那可不行啊，苏医生，你要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，再来批评我们。这样，听我口令，起立。啊。向后转，苏医生啊，两个任务，第一个，哎呀，就是押送平良同志到耿秀丽那儿。我现在说回去就回去，我这边没问题，你这边问题严重了。哎呀，我话没说完，你不要着急嘛。第二个任务就是请你去把这个崔一凤和方子给我请来，我们共同进行晚餐，而且我还能保证在晚餐期间保证不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，这行了吧？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好好好。这女医生啊，从哪儿来的？挺厉害啊。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哎，王凯所说的28号很快就到了。那天晚上，851全场的气氛都和往日不同。这是一个至关紧要的日子，是新设备试车的日子。多日来加班加点，就是为了今天的试车。整个晚上，全场的人都没有入睡，都在焦急等待着试车的消息。寂静的夜晚，生产区的隆隆声通宵打来。睡觉了，让他们好好睡一觉。试车成功了，这意味着851场第一个战役取得了胜利。那天上午，为了让连日来加班加点的工程们好好睡一觉，生活区里没有了汽车的轰鸣和孩子的叫嚷，显出从来没有过的静寂。而我却只能在这个时候被人耳目溜出厂区，偷偷来到事先约定的接头地点。李瑞生和 A 组织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试车的消息。告诉你们老板吧，试车成功了。完了，老板要听到这消息肯定得疯了。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，他们是生产什么螺旋桨用在核潜艇上的低噪音的螺旋。哎呦喂，我还不知道他们生产核潜艇呢，这叫什么情报啊？那我怎么知道你们要什么情报？你得主攻张平良啊。
你不是说李向真吗？那李向真只是个边边角角的小人物，张平良才是这个项目的主心骨，只有拿下张平良才有可能获得这个项目的核心机密。苏菲呀，老板不是个吝啬的人，多大价钱都敢出啊！为什么有钱不挣呢？怕烫手啊？我早就说了我干不了，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再说人家张平良是有家庭有妻子的，是一个正经人，让我怎么接近啊？正经人，再正经他也是个男的，男人就没有不喜欢漂亮女人的。所有参加公关的人员都很辛苦，虽然试车成功了，但是我们还要等待检测报告的确认。那我们大家必须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，不是仗已经打完了，而是马上要打一场大仗。啊，张总说的对，咱们马上就要打大仗。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这次攻坚任务的中坚力量，一个都不能垮。这段时间体力透支，我觉得呢，咱们不要把弦绷得太紧了，啊。我建议工厂照常运行，特别是你们检修、设备维护、保养，必须的万无一失啊！但是其他部门，像攻坚组、科研技术组，放假五天，完全放松啊！这五天里正好检测报告就下来了，到那个时候跟我一起往上冲。哎，你这一张口就是五天，太奢侈了。五天多了，好几星期天就剩四天了，这不又过去半天。问题是干什么去？天天睡觉。哎，打篮球打比赛啊？谁跟谁赛啊？公关组和课题研究组都累垮了，根本拉不出队伍来啊。这不正好安排体检，这让大家伙彻底休息。突然一闲下来，反而不知道应该干什么。嗨，那就彻底休息呗。王厂长、张总，两位大功臣。累坏了吧？坏了也不怕，这不是正好来体检，让你给修理修理。你们二位先坐着，马上就完了。哎，平良，那就带着秀丽进山呀、啊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怎么样？天气不错，没准还能打着野猪。秀丽倒是一直说要出去转转。哎，赶紧投其所好啊！这些搞文艺的就是喜欢浪漫，换个环境。在蓝天白云和崇山峻岭之间巩固巩固你们的感情啊。那进山一言为定。进山明天一早就出发啊。哎呀，还是阿布山。我那杆老猎枪啊都不认识我了，一会儿还得收拾收拾。王总、张总，我先走了。好好，两位领导谁先来？啊，一样。哎，厂长，厂长行。嗯，王厂长。好。让我看看啊。怎么没有肝脾方面的检查记录呢？嗯。那你躺下，把扣解开。好。慢点啊。把鞋脱了啊。好。哎。苏医生，刚才我们说的话，都听见了。是说去阿木山吗？对呀、啊，阿木山去过没有？老听他们说怎么美怎么美，还真没去过。想不想去？我不敢想。哎，这有什么不敢想的？就算我请你，这不就行了？合适吗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这也算是他组织活动嘛。啊，你们都是首长。平时是首长，休息就是脚掌了。你看，人家那个张总有老婆陪着，我呢一个人跑单帮，对不对？你看这钓上条鱼都没人捡，没人捞，多没意思。我说咱俩可以算是一个组。你呢，你是保洁医生，谁要是磕了碰了呢，正好你也能派上用场。估计。
了。哎，那天体检的时候，我听见张总跟王厂长说要去阿姆山打猎。哦，嗨，怪不得方红说他爸这两天正擦那猎枪呢。我正想跟你说呢，王厂长让我也去。哦，说是去做他们的保健医生，然后还让我问一下你。问我什么呀？那你去不去啊？真的？当然了，王厂长还说要带着方子一块去呢。我心想，是不是方子过生日那天，你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吃饭，让他重温了家庭温暖，他这心思又活了。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跟他说，玉凤姐去我就去，玉凤姐要不去我也不去。那咱们一块儿去啊。那当然了。吃了你、啊，我就是怕他把我给吃了。哎，你不知道啊，今天他一听说厂里要放假的消息就来找我，说正好苏医生不在，他非要跟我好好谈谈。你本来就应该好好跟他谈谈。那哪有谈谈那么简单啊？那我帮你警告一下他。哎呀，没有用的，你不了解他这个人，他一旦冲动起来，特别没有顾忌。苏菲姐，只要你。必须帮我，那我怎么帮你？你带我下阿姆山吧。哦，哎呀，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我没有经过王凯的同意就假传圣旨通知了崔玉凤，是因为我渐渐感觉到了王凯对我有一种特殊的热情，这让我很不安，所以我急切地希望他和前妻能尽快复婚。我希望阿木山之旅能给这个家庭的复合创造气氛。怎么搞的，动作那么慢？嗯，这是爸爸。哎，嘿，爸，今天您刮胡子了。是啊，怎么样？真精神。哎，王芳，要我跟你妈说，这个车她就不上了。那她坐哪个车呀？你平梁叔叔那辆车。爸，你这个人真不够意思。哎，这怎么了？这都是一样的嘛。快快快去快去快去。厂长，咱什么时候出发呀？立刻出发。那我先上车了啊。哎，小李啊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呀、啊、上那个车，张总那个车。向真，这边。哥一点，能上这车。哎，苏医生。哎，来来来来，过来一下，来来，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。药品我都带齐了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来来来。我坐那个车吧。上车上车上车，来来来，你上这个车。啊。王厂长，准备出发呀？对，立刻出发。啊，好不容易出去一次，出去就好好玩，注意安全就行了。油都加完了？对，小料都准备好了。马处长，苏医生，苏医生也去啊？是啊，有大夫得更安全嘛。啊，对，想得周到。马处长，哎，这我们两个不在，这厂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王厂长，我已经都安排好了。去玩吗？他怎么也去啊？不知道，也许厂长安排的吧。
秀丽姐，张总。哎，秀丽姐，你坐这儿。不了不了。哎，我坐前面。张总，我帮你吧。不用。带相机了吗？我带了。那好，到阿木山帮我多拍几张照片吧。好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呀，对不起，迟到了。太慢。哎呀，我给大家准备吃的去了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上车。来，给你留着位置了啊，去。哦，去哪儿吧，胖子，上这。哎哎哎，别急着你苏阿姨。没事儿，我最喜欢方子了。上。天空没有无声，总有一滴湿润你的目光，草是土地的仰望，一寸寸缠绵Huh?